9月5号，椅子的椅子呢？晶莹剔透的乌合的葡萄湾，8月23号，乌合的葡萄干。长得特别好看，好干爽。会员种子有需要老板可以联系。7月20号，小蜜蜂正在装车中，糖度绝对20以上，有需要老板可以联系啊。装车！8月24号，5斤包装的无核贝葡萄正在入库中，这边在装车，火焰种子较为美丽。2023年7月10号，吐鲁番火焰山的无核贝葡萄。已经开始装了。20237月18号，小蜜蜂糖度20以上，黄黄的，齁甜齁甜的啊。9月7号，发往河南的5斤包装五合贝葡萄正在装车中，装完准备发车。这个车发完以后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装。哎，走过了四季，又到了年底，岁月的年轮又多了痕迹。不停地奔波，已40来岁，却还是活得如此狼狈。脸木青的二级绿，3月24号，看一下这个鲁克青的精品绿。